天的声音，哎，还大地的声音，就是弦的声音，就是只有弦的声音，就左手不用，只是弹弦，啊，这就是大地的声音。You play the sound of earth only by your left hand, of right hand. Right hand. 对对，还有这个人的声音是更丰富一些，比如说。嗓音的银窝的声音，各种人声，啊，这样通过它来模仿。